搞炸搞炸！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当归，欢迎来到我们的原味生存系列第35集喽。那我们开始正式之前，我们先把东西拿到我们海上去吧。那我们上一集不是做了一个很好笑的突袭塔吗？然后我身上准备了三箱的卵石，因为我的那个砧板岩不够，所以我们这次要盖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准备了这些半线钩，还有地板门，还有线，还有一些红石的东西。那我们先移往我们的魔王四级。哇，各位观众，这个越来越浮夸了。好，那冬瓜已经移到这边来了。一定会有观众说啊，今天冬瓜来做什么？嘿嘿，你们一定猜不到吧？你们以为这个建筑可以生成铁巨人塔，还可以交易东西，然后又可以用突袭，你以为就这样吗？当然还有个东西哦，我们可以在上面再盖生怪砖，无砖生怪塔啦。对，没错，那这次我们盖的版本不是用计时器的，我们版本是用半线钩的方式啊，就是非常简单，然后非常的小巧，那效率不会很高，所以我们就马上来盖吧。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东西把它往下再拉40格左右，好，这样子女巫摔下来就一定会死掉哦。里面东西哦，天哪，好多。然后我们再加上把那个无砖生怪塔给做出来，今天我们这集应该就是这样。那我们无砖生怪塔的话，当然是盖在这个平台的上面。那我们准备鹅卵石是要先去底下烧我们的自动熔炉机。怎么这边都是村民？不管他，当没看到。来，我们的鹅卵石总共有三箱，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去拿。我们先把它全部烧成石头，那我们就可以做石砖了。什么啦？不要闹事，很忙。好，全部塞一塞。然后我私下有稍微先烧了一些石头，那我们这些石头就可以全部把它用成石砖嘛，对不对？其实石砖不用这个切石机啊，直接这样子和它那个方块数量是一样的，只是有些东西它直接用切石机和会比较省材料，是没错。又来了，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好，我们就先拿一箱上去。怎么一直听到城市声，但是一直看不到东西？好，我们就先上去。所以我要把这个底下的箱子拉到40格底下的时候，箱子可能要多做一些，要不然产量可能会很多。没有错，很可怕哦。那我们要怎么盖呢？让我想一下，几格？我算一下，1、2、3、4、5、6、7，大概这个的长度吧，这边一个，这边一个，盖个三层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拉到第10格，1、2、3、4、5、6、7、8、9、10。因为我们的砧板岩不够，所以我们就用石砖来代替。这一格的位置，1、2、3、4、5、6、7、8。然后后面是要放红石的，先这样子，然后旁边都给它围起来。那一定会有观众说，冬瓜你怎么不用遮光玻璃？遮光玻璃我就没有收集那个紫水晶啊，那个水晶有点难收集耶。应该说不会很难收集，就是我要的数量要非常的多哦，直接盖起来就好了啦，不用到用什么遮光玻璃，太奢侈了。为什么每次刚录影要刚盖东西就会晚上？奇怪嘞。啊，赶快盖盖，赶快盖盖，一直每次都晚上。啊，完蛋，应该还要再往前一格，因为这底下是半砖呐。哎呦喂呀，让它直接掉下去，要不然它直接停在半砖上面，它就不会下去啦。啊，没关系，就先这样子盖，反正后面也要放红石，然后把旁边的墙壁给围起来。先给它围两格高，因为这个第二格的地方要放半线钩。这个生怪塔的原理就是用半线钩来启动这个红石地板门啊，让它自动。不是这个方向，应该是要往这个方向。没错，就是这样放。红石火把跟一些红石，红石火把插这边，那红石放在后面。是这样吗？那为什么它不会有反应？等一下，红石吧唧又来了，等一下，等我一下。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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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地方半线钩，先把它牵一牵，看看它会不会有反应。来，半线钩给它放第二格。那红石讯号的话，它只要一边就好，另外一边就不用管它。然后先把它牵起来。哦，有了。然后看一下，怎么没反应？那你？对，这个后面没有牵红石粉，187。这样子应该就有了吧？地板门会不会下降？来喽，哎呦了，
哦，碎啦，就这样。它的原理很简单啦，就是怪物生出来之后，它会碰到这个半线沟，然后它这个水哈，等一下会倒水，它就会把水放出来，然后冲到底下去，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怪塔哦，完全都不用什么复杂的红石，就是后面半线沟牵一条线，然后后面用那个一个红石火把让它的讯号变成反方向的就对了，就是启动之后。它就会盖下来哦，就这么简单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要对一个红石八七要讲这么清楚，有点困难，因为它这个线在第二格嘛，所以水冲下来的时候，这个线都不会冲到，所以还不错。那这个是会员伺服器飞龟盖的东西呀、啊，我想说啊，飞龟你这个东西感觉好好用哦，借我拿去拍。他说好啊，然后我们再倒水。欸，我这样子开不到箱子啊。等一下，这个都线怎么开箱子？等一下，等一下。哦，这样都有了齁，都有齁，哦，都有。然后我们再拿出水桶，然后我们的水这样子倒在这边。哇，它这个不是无限水源哦。哦，好吧，我自己做一个无限水源。来，每一格都倒水。欸，它这样也会是无限水源欸。它只是显示 bug 哎、欸，好酷哦！然后我们就踩踩看，有没有这样水就下去了。然后它刚好切齐这边哦，它会刚好掉下去。对，应该是这样啦。那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就继续盖第二层。好，我们就把它盖起来。那后面多的就把它拆掉吧。生怪的高度就是两格哦，不要用到三格哦，用到三格那个安德会跑出来。虽然安德跑出来也没差啦，不过偷你的方块，不要生安德会比较好。虽然它只会搬泥土。地板门放起来，记得放下去的时候，要记得是这个方向哈。然后飞龟有跟我特别交代说，先不要倒水，再放地板门，要不然水会消失，要不然你放地板门的时候，要么就直接去福特按，直接演示给大家看好了。假如说我这一格倒水，然后直接把它堵起来，就是直接放的话，就是去福特右键，这样子水就不会不见。如果你直接这样放的话，水会消失哦，大概是这样哈，懂了吗？先倒起来。哎、欸，我老水，为什么这边多一条？哎、欸，是不是我盖错了？哎、欸，好像盖错了，奇怪，它明明就盖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会盖错？然、后这个声音也蛮好玩的。好的，各位观众，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哦。应该是没盖错吧？好像盖错了，哈哈，怎么有一层是三格啊？我的妈啊！我的天啊，我快被自己气死了。那就算了，我直接把它补起来。哎呦喂啊，好烦哦，怎么会这样？那上面的话就让它封顶嘛，盖个下半砖好了。怎么又晚上了？再一天，等一下页面就跑出来了。稍微把它补起来。啊，等一下自己变怪物了，哑巴。来，就把它补起来。哎、欸，为什么这边没事？哎、欸，原来站在这边不会触发就对了。哦，要站在有限的地方就对了。我、哦、懂了。我懒得再修了啦，直接把它补起来就好了。哎，怎么会摔下？好，这样子我们的本体就完成了，然后要把它做下降的地方嘛，对不对？你看它到底会不会生啊？欸、应该会吧，因为这附近都没有地方可以让怪物生成的地方哦，所以它应该会专注生在上面。哎呦，听到蜘蛛声了，有了，要下来了吗？好，看一下。哎、欸，有水，那为什么？哦，那边有个洞哦。哎、欸，没有哎、欸，蜘蛛直接卡在上面，恶心。哦，原来蜘蛛会卡在上面啊、哦，那个洞也要补一下。好烦哦，怎么那么多洞？那现在就是要把那个他们坠落的地方给卡住哦，就很简单啦，就是把所有的地方给围起来，让它有个洞洞给掉下去就可以了，就也不难。从这个地方围起来哦，围起来，就这边留个洞，让它可以留下去。哎、欸，等一下，蜘蛛是两格，所以我们要多围一格。要不然它只有一格，它卡在这个地方，就下不去了。我们就留这个两个洞，它们被冲下来之后，它们就掉下去了，然后就直接顺着铁巨人塔的收集装置下去，这样应该就会死翘翘了。那我们再稍微检查一下，是不是还有哪里有漏掉？刚刚那个洞都没补好，有个尴尬。那我不知道搬砖是不是会透光啦，所以这边我就直接用全砖把它盖起来，上面盖半砖，这样上面就不用生怪压制了。那各位观众想要插火把还是可以的，但我就不想插了，就这样就好了。哦，不知道会不会生呢、欸？我没关系，
我们就先下去修改我们那个收集装置的地方，我们要拉高它的那个距离哈，应该说拉低的，不是拉高。所以我们要拿出一大堆的储物箱，还有漏斗、砧板岩。哎、啊，怎么垃圾这么多？哦，是上一集的垃圾。抱歉抱歉，全部把它丢掉。哦，那个铁巨人，你看一次四只，哎，超散的。那我们就先在这边倒水，先把它围起来。我们还要再拉30格吧，我们这边拉的是15格。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再多5格，这样子，那离海平面还有点距离，还可以，还可以。诶，那什么东西？我的垃圾，那边做一个平台，看一下，往这边拉，到底有没有对到啊？应该是这个吧，好，希望不要有错，错的话我就糟糕。哎、欸，不对，放错边。那下来这边是9格在烧，所以是放这边。然后漏斗放这边，然后其他的地方都给它围起来。先插个火吧，卫生怪很可怕。对，萤火要做，萤火做9个。哎、欸，我的工作台还我9个萤火，然后全部把它围起来。然后这个地方因为我要开箱子，所以就压半砖。这样我也看得到里面在烧嘛，对不对？好了，铺到了，然后我们再把这边敲开，因为上面是漏斗嘛。那我们再把这个漏斗全部敲掉，让它直接摔下去。拜拜。OK， 啊，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我的箱子应该有坐对边吧？啊，算了，之后下去再看好了。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到底对不对哦。嗯，那、啊、这个苦力怕在这边，所以这边要把它造起来，是不是？哎、欸，它直接丢在这一格，哇！好了，这样子应该就不会再掉到我这个平台上了吧？啊，哑巴也没有猜到。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的小型深怪塔就这样子完成了哈。然后还有我们底下的这个箱子的地方，哎哎，怎么会有这个河豚？还有我们这个箱子的地方，我们也把它拉到40格以下了吧？就长度有40格，所以女巫生成的时候，它下来就直接摔死了。你看，根本就不用烧，大部分的怪物掉下来就直接死翘翘。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大家拜拜。近い未来越えてゆこう二人の影が沈む沈むオレンジになぜか泣きそうになるけど混ざる混ざる黄昏が今先插个火把应景一下啊。